句还在耳边绕。不管男女老少，结过了大红包，恭喜你祝福你少不了。年初一到元宵，处处都是好预兆，吃口年糕你我会步步高。春来到，画个圈圈做记号，每年都来团圆好不好。相约好，从今以后直到老，我们都要记住这一招。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不管多忙碌，家中有等你回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财富。来庆祝，来祝福，老朋友一起欢呼，经过这些年，重逢就满足，前程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怀抱，他哼的心中歌谣，每一字一句还在耳边绕。不管男女老少，结过了大红包，恭喜你祝福你少不了。年初一到元宵，处处都是好预兆，吃口年糕你我会步步高。春来到，画个圈圈做记号，每年都来团圆好不好。相约好，从今以后直到老，我们都要记住这一招。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不管多忙碌，家中有等你回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财富。来庆祝，来祝福，老朋友一起欢呼，经过这些年，重逢就满足，前程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不管多忙碌，家中有等你回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财富。来庆祝，来祝福，老朋友一起欢呼，经过这些年，重逢就满足，前程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原来已经值得庆祝。幸福全员带着梦想起飞，奔向新里程碑，你的祝福让世界一切变完美，随着春风起飞，新一年好发挥，有你有我的心灵更是全是美，新年万万岁。小麻雀
相约，换了一片片成长的庭院，熟悉的笑脸带领我回到了幸福深渊，带着梦想起飞，奔向新里程碑，你的祝福让世界一切变完美，随着春风起飞，新一年好发挥，有你有我的心灵便是全世界，新年万万岁，在身边也好，在今天我们却收看不到人间，抱一抱笑一笑，肩并肩欢呼嘿新年好，正面高步步高，吃得饱睡得好乐滔滔，大日子一个好开始，每一步有梦有坚持，这条路只要有付出，走一步每一步不怕输，大日子一个好开始，抱祝福看一人服侍，这旅途要珍惜彼此，祝愿你光阴如诗，大日子一个好开始，每一步有梦有坚持，这条路只要有付出，走一步每一步不怕输，大日子一
心彼此，祝愿一封一祝诗。OK, testing, testing, 测试测试。如果你们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清楚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发个讯息在群里面哦。我们在这边再等候一两分钟。OK, 非常棒，非常棒哦。我们再等候待一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们听得清楚我的声音的话，欢迎大家现在马上发个讯息给我。发一个讯息给我，如果不认识我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可以在群组里面回应说，哎，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听得到我的声音清楚。那我们稍后就很快的就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 MarkyPlus.shop 了，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晚上能够一起过来哦，非常欢迎大家。OK, 非常好哦，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好，如果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清楚的话，欢迎你们能够发一个讯息给我，感谢哦。我现在看到了几个讯息了，非常好，非常好，是不是听到新年歌大家都好像比较开心呢？虽然今天是我们的 MCO 的第一天，但是啊，我们的心情呢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哦，大家还是保持着健康的身体。 OK, 非常好，非常好，我收到几个朋友了。如果你已经收到我的讯息的话，或者是你听得到我的话，请大家发个讯息给我好不好？发个讯息给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我收到几个讯息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好，我先把这个新年歌关掉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Market Pastor Shop 就开始了。那如果大家现在哦看得到我清楚的话呢，请大家给我一个111好不好？如果大家看得到我清楚的话，给我一个111哦。对的，今天 Frederick 呢没有在家，没有在公司做直播了。我们今天我在家里做直播，我们现在是 work from home 哦。虽然现在呢是 MCO 2.0 哦，对马来西亚的观众们，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的能够继续的为大家带来有质量的这个直播，以及有质量的这个活动等等哦。像昨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非常好呢？我们有新的这个 nutrition 哦，它是。Sunny 来为我们分享昨天的 MX 非常棒哦，大概有40多位的朋友们一起都有出席。那如果今天呢，大家有在线上的话，给我一个111哦。我看到有人跟我说今天是腊月初一哦，哎呦 ，IV， 腊月初一是要做什么哈、啊？我都还不知道，是要吃腊那个腊肉饭吗？还是什么？最近 Frederick 在减肥哦，所以哦，最近嘴巴特别馋，嘴巴特别馋。非常好，谢谢莎莎，谢谢 Kokiani， 谢谢雪莉哦，欢迎大家今天的来到哦。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了，我们哎，怎么 Frederick 你今天放的这个是一个大海洋啊？哎，怎么今天是一个大海洋呢？那有些人就已经知道了，哎，就是因为我们呢今天要谈的这个活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爱的一个爆品哦，除了现在最近很红的 IG Berry。这一个就是一直的爆品，从来没有断过。每个月啊，新加坡我就不知道卖多少罐哦。每个月在马来西亚都是数以百计，以甚至千计的这个数量哦。每个人购买的时候都是5罐最少，4罐最少来购买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 Avian's Collagen Matrix Powder 哈、哦，它是一个非常棒的胶原蛋白。稍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水解三焦胶原蛋白哦，稍后我跟大家分享。那在这边呢，在开始之前，我先呼吁哦，如果今天或者是这一两天呢，你已经购买了这个 collagen 最少四罐的话，欢迎你把这个 receipt 发给我。一般上呢，你们会购买的就是那个 welcome pack beauty pack 嘛， welcome beauty pack。如果你购买了 welcome beauty pack 的话呢，你是新的朋友们。欢迎你把你的 receipt 发给我。那如果是这一两天呢，你购买了 Rocks 的话，马来西亚的观众们哦，马来西亚的领袖们，如果这一两天你也购买了 Rocks， 也恭喜你哦。如果你购买的是 Rocks 的话呢，也恭喜你，你也可以欢迎你把这个讯息发给我，因为我们这个月只要你购买 Rocks 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你这个抽奖机会。那刚刚你可能会问我，哎，上个星期抽过了怎么办？不好意思哦，上个星期抽过的这个星期就不能再抽了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个 collagen 水解胶原蛋白之旅了。准备好的，刷一轮888给我哈、哦。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 Frederick Yeo，OK？、Okay? 我的名字是 Frederick Yeo， 我是 Omni Connect Worldwide 的 BD Manager。我们每一周啊，周二、周三都会有这个 product training， 还有这个Market Pastor Shop。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认识。那周二的时候呢，我们的 product training 呢会时间上面比较长，大概一个小时，整个完整的这个关于这个产品的介绍以及培训。周三呢会有一个比较简短的介绍，让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让你能够对这个产品有更多的了解。OK，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走。OK， 像刚刚说到的，前面两位朋友哈，我会等一下用 Spin Wheel 的方式抽出两位朋友在马来西亚的话，那新加坡的话也一样，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Collagen 最少一个 Welcome Pack 发给 Kelvin， 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可以发给我，好不好？那我们两位呢会得到一罐，那它的价钱呢是马币166新币58块钱。那稍后呢，你可以直接点击下方的连接，你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连接 Collagen Matrix， 点击进去你也能够直接购买。请务必记得要填写你自己的这个 ID number 哈、哦。如果你是新的朋友呢，你可以叫你的邀请进来的朋友帮你购买 ，OK？ 如果你不太清楚怎么购买的行程，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罐这么精巧的这一罐金色又非常高贵的罐子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产品呢？首先，它跟市场上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 100% 的纯净深海胶原蛋白。
OK，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它是纯净深海胶原蛋白，它能够最主要的功效就是美丽我们的肌肤，还有健康我们的这个骨骼以及我们的骨关节哦。那我们今天呢又到了 MCO 2.0 在马来西亚、哦、骨关节是非常重要的，美丽肌肤对大部分的女性也非常重要，应该不是说大部分女性，每个女性都喜欢。我们每天待在家里，像我这样子哦，我们待在家里吹着冷气，然后太阳晒的这个紫外线，保护美丽的肌肤格外的重要。 OK，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款 100% 没有添加物的这个胶原蛋白呢？让我一一为大家解释哦。好的，那它的这个胶原蛋白里面呢有主要的两种成分，不是一种，是两种，是由两种不同的胶原蛋白混合而成的。 OK， 它这两种胶原蛋白呢，首先是第一种，就是法国的深海鱼水解胶原蛋白。你可能会看到这两个字水解哦，这两个字水解非常重要，因为呢它就是促进我们的消化哦。在所有的保健产品里面呢，重点不在于你吃的多好，或者在于你吃的多棒，那个产品多贵多珍贵哦，而是在于当这个产品吃进你的身体的时候，它能够为你带来什么好处，你的身体是否能够吸收。所以水解将是一个 key word 哦。这个来自法国的深海水解胶原蛋白呢，它是能够强化皮肤的结构，使得这个肌肤啊能够更加的紧致而不会松垮。 OK， 那它在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有两个重要元素、哦、首先就是它是含有2000 Dalton 的这个指数，意思说它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这个胶原蛋白。而且呢这种胶原蛋白呢和我们皮肤表层、哦、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同一类型的，就是 I 型，或者我们叫做 Type 1、哦、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胶原蛋白，那不同的胶原蛋白呢未必能够符合我们身体原有的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人吃了很多兴趣胶原蛋白但是没有太多效果，原因就是因为身体的胶原蛋白以及你吃进去或你敷的胶原蛋白是不同的，所以它无法完全 100% 的吸收。这也是为什么首要的这个胶原蛋白我们选有了这个来自法国的深海鱼胶原蛋白。那除了这个深海鱼胶原蛋白以外呢，它这个主要成分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分子的叫做水解三胶原、胶原蛋白、哦、它是来自日本、哦、然后这个日本的这个胶原蛋白呢，它的不同就是它的 Dalton 比较小，它是一个小分子的短的序列的一个胶原蛋白，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同时呢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内部从内而外的产生我们最爱的三个字玻尿酸、哦、最近这几年、哦、尤其这十年吧，很多的整容啊、微整形啊，或者是美容针啊，都谈到这个胶原蛋白中的玻尿酸哦。很多人是打进去的，然后打进去过会发生什么事呢？过一阵子就没有了，他又继续打，因为他是从外打进去的。但是吃进去的胶原蛋白呢，它能够促进你的身体能够增长你的这个玻尿酸的指数，所以更容易的让你的身体保持年轻哦。所以第二种来自日本的这个水解三胶胶原蛋白呢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感谢啊，我看到很多人都回复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以这两种胶原蛋白的组合底下呢，它的最大的这个效果呢会是什么呢？因为是水解的分子、哦、它含有非常多的微小的分子，就是微小的这个胶原蛋白分子呢，它很容易的被人体吸收，而最重要的就是它没有腥臭味，而且它是有清澈液体。什么是清澈液体、哦、大家可以看到我右边、哦、或者大家的左边的这个照片、哦、我们把市场上的一些胶原蛋白放进水里面，也是粉状哦，它市场上有非常多的粉状的胶原蛋白，当它放进水里面的时候，和我们的产品的这个胶原蛋白白色的粉状呢放进水里面搅拌、哦、大概一分钟过后，我们就会发现、哦、普通的外面的 Brand X 的胶原蛋白呢，当它混合水了一分钟过后呢，它会呈现比较混合状，而这个混合状呢就是比较混状的，就是你比较看不到清澈的、哦、就是粉是粉，水是水哦。所以当你喝下去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当它融入在你的这个身体或者是融入在你的肠胃的时候，它的这个消化会异常的缓慢，而你的身体在吸收的同时，当然同一时间也不那么容易。而我们家的这个 collagen matrix 呢，当它混合在水里面的时候，搅拌后一分钟，它会呈现的是一个金黄色的液体哦，水解
这就是重点了。当它这个水解的微小分子溶解在水里面的时候呢，你喝下去的时候，同样的理论，当它喝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更容易的去吸收这些微小的这个胶原蛋白分子，让到你的身体能够更有效的 100% 的更快速的去吸收所有的好处。 OK， 好，那我们有做过很多的临床实验，像每一个产品在 Unilever 里面呢，我们每一年都花费大量的金额去做 R&D，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因为不管所有的数据等等呢，你最重要是当你用在人上面的时候，它是否真的有益处。那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我们找了35岁到50岁的这个志愿者 女性志愿者里面呢，然后8个星期内每天继续服用这个胶原蛋白，这个 collagen matrix 呢平均每一天一小勺，大概是 4.2 克、哦、一勺 4.2 克。那它这个 4.2 克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经过了8个星期的身体的这个循环呢，我们发现啊，这22个女性志愿者里面呢，她们的这个皮肤的弹性增加了 8.4%， 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哦。而且呢，她们的这个皮肤的水分啊，增加了 11.8%。我相信很多女性都会知道、哦、我们保养皮肤最重要的第一个点就是补水分。那我们的补水分呢，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什么呢？选择放 toner， 对不对？放上那个面膜。但是很多人就发现，当我们用外在的面膜敷进去的时候、哦、我的这个外面感觉是湿了，但是我把面膜扯下来过后啊，我的身体，我的脸部过一两个小时还是干燥的，那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内部本身就是缺乏水分的。所以你从外部的这样子去敷水，虽然能够达到一定的效用、哦、但是它无法持久。所以用了这个水解胶原蛋白过后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皮下的皮肤增加水分，达到 11.8%。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试想想你只是8个星期，你的脸就已经增加了1/8的水分，增加了 11.8%。 所以很多人就问，哎 Frederick， 这样子 collagen 吃了过后有什么效果呢？最直接最直观的效果就是你的脸会看得比较亮，你的脸会看起来比较滑，你的脸会看起来更多的水分，不会很干燥。我们的领袖们啊，我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袖们呢，每一个领袖、啊、都是越吃越健康，越吃越帅，越吃越美。原因就是我们的 Maki Plus 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同时我们的 Collagen 呢也帮助我们美容与护肤、哦、在这个时候、啊、很多人都无法去到美容院，很多很难去洗脸的同时，我们的这个领袖很多人的脸还是亮晶晶的，大部分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或者已经成为事实的秘密，都在自己，都在这里。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已经到了一半了哦，所以呢我再次鼓励大家，如果你现在呢想要购买这个非常棒的产品的话，可以马上下单。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下单的话，欢迎你询问你身边的邀请你进来的朋友们，现在你可以马上点击以下的链接购买。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点击的话呢，欢迎你询问邀请你进来的朋友们，你可以试试看买4罐哦，因为我们一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一汤匙OK， 其实呢一个月你可以吃到2罐至3罐，或者你可以开始先吃一罐都可以，先看一下效果，然后如果你比较喜欢的话呢，你可以买多几罐。好多的朋友一个月都可以吃到5罐4罐、哦、一整家人、哦、他们都可以放在不同的食物上，稍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放在食物上面去吃。 OK， 所以现在马上下单，往下面的这个链接点击、哦、点击，你可以在新加坡购买，你可以在马来西亚购买。那如果 你想要在线下购买也可以、哦、我们现在在 MCO 的部分呢，我们的所有的线下实体店、哦、还是正常操作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限定的时间，我们会有限定时间去 pick up 或者去 delivery， 所以可能它的输送或运输呢会比之前会缓慢，还请大家见谅。但是我们的这个线下跟线上的这个店面呢，我们是都是24小时7天照常运作的。 OK， 线下呢没有开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能够接单，然后呢我们可以隔一天或者是隔一个工作天，我们都能够运作。所以现在马上购买这个 collagen， 然后我们再继续去看它还有什么好处。 OK，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哦、像这个胶原蛋白它的特点是什么。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很核心的重点就是它是水解三焦胶原蛋白嘛，
那它这个水解的胶原蛋白呢，它能够美丽肌肤的同时，也能够帮我们健康骨骼以及关节骨关节。因为胶原蛋白啊 ，collagen 啊，它其实其中一个主要的功效呢，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的软骨或者骨头与骨头之间的这个组织啊，它是需要一些粘着剂的。而随着年龄的老化，我们的这个骨头与骨骼之间的粘着剂呢，或者是粘着剂呢，它会越来越少，这也是导致到骨质疏松，或者是导致到我们会有很多骨头骨质的问题。而胶原蛋白恰恰好，它就能够帮助你的骨质与骨质中间的这个粘着剂，能够让它更加的恢复年轻般的这个伸缩性。而除了这一块以外，我们有六大销售的卖点与大家分享。首先，它这一罐是零脂肪的 ，OK， 而且它是零糖分的。市场上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胶原蛋白，为了要让这个胶原蛋白更加的美味，他们会添加很多的色素以及味素。有些是柠檬口味的，我看过什么，柠檬口味的、绿茶口味的，还有甚至是lavender 口味都有哦，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口味，所以呢，他们这些都是添加剂。我非常的鼓励大家哦，当我们在吃保健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吃原味的产品，不要吃保健产品还要吃有添加的产品，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我们明明就是要保健嘛，反而我们还要吃更多添加的食品，它跟粉末导致了。而且重点就是它这个啊，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鱼腥味，它有轻微的这个鱼的味道，因为它是鱼解的这个水解胶原蛋白嘛。而且刚刚也说到，它没有调味剂，所以它是原汁原味的，甚至它也没有色素哦。大家可以看到是白晶晶的，白晶晶的，你可以看到白晶晶的，白晶晶的这个 collagen 哦。所以它没有调味剂呢，它也没有防腐剂，所以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友好。而且呢，我们的这个 Unilever Life 的这个产品，大部分他们都会有这个 No MGO， 就是无基因改造。其实无基因改造的这个 label 是在这几年吧，就是我才正式的去观察这个事情。在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啊，或者年轻的时候，我并没有去看这个基因改造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啊，我忽然发现其实我们大部分市场上 supermarket 里面卖的比较便宜的产品，就是大众化的产品嘛，大部分都是通过基因改造的。为了要产生出最大的效益，或者为了要有产生出最便宜的成本，大部分的产品，包括我们喝的牛奶啦，或者鸡蛋啊，或者是甚至是面包的这个小麦的胚芽，很多都会经过基因改造，所以他们会让到这个产量特增，但是同样的也变成了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都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 collagen 呢，它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它的这个胶原蛋白的原处，就是它的这两个法国以及日本的这个胶原蛋白呢，都是选自于来自深海的这个胶原蛋白，同时间它也是一个没有基因改造的这个胶原蛋白哦。而最重要的第六个点呢，就是它是哈拉 ，OK， 它是清真认证的，大家可以看到哦，这边有一个哈拉的这个清真认证，所以呢，对于回族或者是对于我们的有族同胞 Muslim 呢是非常友好的。我们的几个产品哦，都有拿到这个哈拉的这个 certificate 哦，这个清真认证，所以啊，你们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些产品介绍给我们的 Muslim 朋友。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有族同胞也非常爱美，所以这样的一个小罐的产品呢，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OK， 那你们可能会问了，哎，这样这罐产品要怎么去吃呢？其实非常简单哦，你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一些哦，不管是咖啡，好，或者是任何的饮料，或者是我这边的这个饮料都好，或者是 yogurt 都好呢，你都能够把这个粉啊放进去一汤匙半汤匙，然后呢就这样饮用。你也能够把它放在你早餐午餐，好像我呢，我今天早上呢我就吃了我的面包，那我的全麦面包里面我就放了一些半汤匙跟鸡蛋一起，然后就吃它，其实就非常容易的去没有负担的把它这个进补或者保健的这个成分呢加入到你的生活日常当中哦。其实我们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把保健
加入到你的生活当中，这样你的就不会觉得保健是一个负担。有些人说，哎，很多人觉得保健就是吃一些药啊，吃一些一些一粒粒的药物啊，导致到什么呢？导致到就是你觉得好像很负担啊，是不是？你可能吃一粒药，你就觉得我、哦、为什么每天在吃药？但是这种 collagen 啊，这种胶原蛋白粉状啊 ，sachet 状啊，当它加入到食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的保健更加的生活化，而不是个有化。你不会讲说、哦、我特地每天要去吃这个药或吃那个药，不是的，我们可以保健，你可以很生活化的，就像我们介绍的这个 Maki 啊 Roxburgh 它也是一个饮料，你可以把这个饮料加入到你平时的生活当中， Collagen 也是这样子，所以非常好的这些产品呢，都能够更加容易的融入你的生活，所以你可以把它放进你的任何的食物，你的 Yogurt， 你的、啊、全麦面包，或者是你甚至炒面炒米粉都可以把它放半汤匙下去，这些都是可以的。OK， 好，好，在这边呢，我们就差不多已经要到了五十分，半个小时多了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先看一下哦。所以有人如果还没有发讯息给我的话呢，现在马上发给我，现在马上发给我，然后过后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幸运魔盘，幸运魔盘哦。所以现在呢，请大家，如果你已经发给我的话呢，你可以稍等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发给我，我再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我再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 OK， 一分钟一两分钟的时间，如果现在呢，我再看一下我们的讯息哦，如果你还没有发给我的话，我鼓励大家现在可以马上发给我。而且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有很多，但是今天呢，这个竞争对手就相对的少了，所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有些时候就是你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在这么多人的时候竞争，你讲哎，最国中每次没有抽到我，那竞争人少的时候你也可以购买，那你只要善用、啊、我们这个 Market Blast Social 的话，你多多少少都会有赢到一些非常棒的礼物哦。所以呢，今天呢，只要是你购买 Rocks 或者是你购买 Collagen 的话，现在马上都可以发给我，马上都可以发给我。好的，好，我现在就 close case， close case， close case 了，非常好， close case。好，那我现在呢就要抽出我们今天的赢家哦。今天的赢家是三个人哦，刚刚今天下午晚上发给我的，在这三个人里面呢，我们会抽出两个、哦、所以你的这个几率是三分之二的几率哦，三分之二的几率哦，或者大概比二分之一还要高，所以我们要恭喜这三个人哦，所以我们今天来抽吧。OK， 来噔噔噔噔噔。OK， 第一位是罗庆信啊，罗庆信是我们东家的朋友哦，恭喜你罗庆信，你又有得到一罐哦。OK， 非常好。那另外一个朋友是谁呢？我们来看啊，罗庆信一罐。噔噔。Kitty 蛋 ，OK， Kitty 蛋是一个新的朋友哦，没有看过您的名字。那我们这边今天的这个抽奖呢，就有两个人达到今天的这个抽奖了，所以今天呢，就有 Kitty 蛋跟 Mr. Law 两个人拿到了一罐的 Collagen 啊。那我想要跟大家说，我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月呢，我们的 MCO 的关系呢，可能这个礼物会稍微延迟哈、哦，可能礼物会稍微延迟，但是我也会先通知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OK？ 所以我们的礼物这个月可能会有所延迟啊。上个月的礼物如果还没有，上个月这个月头上个星期的礼物有一些如果还没有拿到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讲，然后我再催促一下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祝大家一个美好的晚上。然后我这边还有多几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哦。首先呢，就是明天晚上，就是星期四晚上，有我们的老大 Kenny Day 会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做线上营销。然后呢，我们的老大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哦，刚刚我跟他谈的，我们这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我们会做一个工作坊，因为好多朋友都在询问这老大跟我呢怎么样做影片嘛。大概在半年前我教过大家怎么去做用剪影做影片，然后我们现在在温故执行的再学习多一次。这一次星期六晚上呢，我们会实战哦，去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样用电话制作影片，然后发到各个的社群里面。所以明天呢，我们就公布这个工作坊，会由Kenny Day REBP Kenny Day 来主持，然后我会协助，我们两个人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用剪影去制作影片。而当然呢，不要忘记我们每个星期五呢，这个星期五会是我们的 IEBP
我们的零零零哦，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的去leverage 我们的 Unilever Life 的这个 platform 哦，怎么样去善用我们的这个联合利华的这个平台。所以这个星期五也欢迎大家能够介绍更多朋友进来。然后我们这个星期五呢也是一样的，Queen Jerry 会以英文的形式，我会华文翻译，然后我们会有马来文翻译。下周啊，因为我们 MCO 的关系，我们会增加新的直播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下周呢在同一时间呢也会观察到，我们会在明天后天哦就公布了，下周我们会有更多的直播的活动啊，不一定是分享，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活动来与大家一起度过，一起经过这个MCO 2.0 OK，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晚上，我是 OmniConnect 的 BD Manager Frederick Yeo， 晚安。